OK， 好像今天是 U Rock 印地音乐校园巡回的第一场。那我希望如果大家今天晚上还算满意的话，回去打卡，然后再上来写啊，印地音乐好好玩哦，这样子。OK， 对，就是可以，因为这样的活动其实不容易，就是希望可以让，就是到其他学校的时候也是可以这么热闹，因为我觉得今天很不赖，这样子。你们有听过会咬人的狗吗？那我觉得如果大家反正都站起来了嘛，等一下副歌的时候其实跟我们一起唱，因为那是 T-Zbay 有史以来最简单的副歌，就只有一个字，对，就是啦啦啦啦啦 OK， 就是很简单，你要教唱一下吗？啊，算好，等一下看你们好不好。好，最后一首歌会咬人的狗。